喂，哎、欸，要讲话的赶快过来，我都快被你急死了。OK OK， 哎、欸，揭晓揭晓。到晚嘞 ，Andy， 你知道不知道？我一点都不快乐。做的都不是自己喜欢做的事，怎么会快乐呢？可能和另外一个人，大家甲讲，你安怎活落去，你应该安怎过日子，迄有够悲哀，你知无？但是偏偏迄个人是我相爱相爱啦。说起来还是好像悲剧，它应该听起来很美才对啊，对不对？